各位同学，下面啊，跟着乐老师继续来看一看身后的这个问题，看图回答问题，来看看。哎呀，很显然我的后面是一个日历表吧，对不对？这个日历表当中，注意观察到有什么东西呀？哦，有小太阳，这太阳你知道表示什么意思吗？都看过天气预报，对不对？就表示的是晴天啦，好天气。OK， 那么乐老想问这个呢？哦，这个黑黑的云彩表示什么？表示乌云了，对吧？好，那我们再来这个呢？哦呀，这个就表示下雨了吧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接下来注意了，下面有一个统计表出现了，我们小朋友会不会把这个统计表完成呢？好的，题目当中已经提示了，注意，我们在统计的时候，由于数据比较的多，那么我们不妨用记正字的方法去做一做。这一道小题呀，我先讲一个，然后后面的请我们小朋友自己来完成，好不好？ OK， 来看这里，审题要点在考察你简单统计思路分析，我可以去画画正字，这正同学们会不会写呢？没问题，注意了，横竖横竖横，对吧？那你能不能迅速的告诉乐乐老师，这一个正字它是有几画啊？一二三四五画，对吗？很好，我知道了，一个正字啊，它就有五画。那么接下来你看看，我就想来统计一下，这当中小太阳的晴天它一共有多少天，好吗？好，请看这里，注意了，我们在统计的时候呢，一定要学会做标记。怎么做标记呀？请看这儿啊，你看这个地方，一号是一个晴天，当我用过它的话，我会在此处画一个勾，对吧？好，然后在画勾的同时，在下面写出正字的第一笔，好吗？再往下走，这个地方又是晴天，继续正字的第二笔，再往下，这个地方又有了画勾，就意味着我已经统计好了，好，算过它了，所以我们继续该横了。好的，再往下，哒哒哒，没有了，这儿又有一个了，好，再写一竖，好，先画勾，再写正字的一笔，继续再接再厉，画勾写好，这个地方画勾写好，哎，这一行没有了，再往下走，哦，又有一个，画勾写好它，再往下，这儿又有，画勾再写一笔，此处哎，画勾写一笔，没问题吧？好，那我们再来这个地方，哦，画勾再写一个，哎，这样的话呀，我们会发现咱们根本就没有重复，对吗？哦，非常的好，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，注意了，哎呀，观察一下，一个正字是有五画，那现在有几个正字啊？一二，两个正字呢，对吧？所以这儿就应该是五十，很好，再加这个一，应该为多少呢？哦呦，十一天，来吧，宝贝们，晴天乐乐老师我呢就统计好了，后面的两个交给你吧，石老师我先消失一会儿，怎么样，电脑前的宝贝们，你们都统计好了吗？嗯，下面呀，赶紧跟着石老师，我们以最快的速度把下面的统计完啊，准备，接下来这是乌云的天气了。好，那哦，这里就有，打一个勾，写一笔，嗯，写一笔，再来，好，这个没问题，哦哟，这行没有了，这行下面写一横，继续走，哦，有没有了？再往下到这儿了，写一横到这儿，一竖到这儿，一横到这儿，还有一个，对吗？所以我会发现呀，这个乌云的天气，注意了，五十十一天，非常棒，嗯，这儿就是十一天啦。再往下雷电的，我们也赶紧写一写啊，准备
画勾，先做标记，正字的一笔，再往下注意，千万不要，注意了啊，刀叉笔了，来这个地方再来，然后呢，哦，没有了啊，到这儿了。哎，你看，非常好啊，一定要细心，要认真。好了，到这儿了，嗯，横。那到这儿了，再来一个竖。哎呦，这个时候我会发现什么了呢？我会发现还差一笔呀，它就一共是有十个了，对不对？但是现在少了一个，所以我们就知道这种雷电的雨天了，那么应该会有多少呢？哎，当然是九，非常好。好了，那总计相信我们小朋友也应该很清楚，请看这里啊，来十一，这儿是十一，这儿是九，那么总共一共是有多少天呢？加加看吧，十一加九应该是二十，二十再加上十一应该是三十一天，所以我就知道了，这当中所有的那个天里面的天气情况我们都已经统计好了。这可就是我们制造的统计表，对吧？好了，那接下来你会不会根据这个统计表来回答问题呢？请看，好了，请问，雨天比多云少几天？雨天是什么？在这儿呢，雨天这个地方一共是有九天，对吧？好，而多云呢？多云此处是有十一天，同学们会列算式吗？没问题呀，怎么办？十一减九等于多少？难不倒你，应该是二。所以注意了，雨天比多云应该会少两天，搞定了吧？对吗 ？OK， 再看这个，你觉得这个月天气怎么样呢？（括号）只有晴天是好天气哦。注意了，来看一看这个月的天气如何。如果晴天占大部分的话，我们就知道这个月的天气还是比较好的，非常好。那我们来看看啊，刚才已经统计过了，这晴天是有多少？十一天。哎，那看一看，晴天是有十一天，除了晴天之外，注意了，这两个合在一起是有多少呢？哦，这个地方是有二十天，对吗？晴天有十一天，而除了晴天之外，不好的天气有二十天呢。那么我们宝贝们来想一想，你说这个月，注意了，天气状况好还是不好呢？晴天相对来说比较的少了，这个天数，对吧？所以我就知道了，这个月的天气不怎么样，对不对？不是很好。完了，这一道小题，希望我们小朋友要体会啊。咱们实际上在统计的过程当中要学会做标记，很多时候我们可以借助画正字，好吗？ OK， 下面跟着我一块来看一下石老师点睛，记住啦，要会记录数据，制作这个统计表。 OK， 我们的方法是什么？画个正字就搞定了。